从去年开始，阿明受到了许多师兄师姐的请托，看似因故暂时无法出门做环保的老菩萨们，他们心心念念在环保的精神总让我们难以忘怀。今天阿明特别带大家来回顾的是一位精进的师兄，还有他的另外一半。那时我们就从三重净思堂展开了关怀任务。为了感恩各地的环保志工啊，阿明化身为追咖厨房助手啊，到各地去拜师学艺。去到哪些地方呢？新竹关西、新北市三峡、新店、新庄，希望用好吃的料理来感恩我们的环保志工。那今天叶明珠师姐约我来三重园区的厨房，嘿嘿，该不会又要请我当追咖吧？站在这想也不是办法啦，直接去灶咖找伊，行。嘿嘿，既然来到了灶咖，应该是要做追咖，自助人助啦，我就准备好围裙穿起来，来等明珠师姐。你阿奶阿伯来哦、喔。哎、欸、嘿嘿，你今日穿这是要创啥？阿伯来，我无要甲你拍啦。你今日穿这要创啥？灶咖不是要做追咖？不是啦，是因为吼，我要拜托你吼，咱来去关心。咱一个环保志工，嘿、哦、啊，啊，因为哦，今仔讲，即马去迄落环保站哦，啊，你着曝光啊，你安尼。哎呦，啊，你这么有智慧啊，吼、啊。无、哦、啦，即马最主要吼、哦，是因为阮迄个环保志工啊，黄忠孝啊，啊，甲尹师姐吼、哦，吴明月啊，因两个哦，人艰苦嘛吼、哦，啊，尹师姐嘛是人艰苦啊，啊，所以咱借着恁的力量，吼、哦，咱来去甲伊关心、哦，啊，因为伊吼、哦嗯，对环保站来讲。哦，伊是我的马盖先呢。马盖先，嘿啊，美国电视迄个马盖先，不是，他是人缘投啊，是安啦。哦，因为伊大细项的物件，伊拢会晓处理。哦，亲像马盖先这么厚啊。嘿啦，啊，佮伊嘛会晓开迄个吊车，嘿，佮会晓开啥迄落飞高机啦，啥物山鸟啦，啥拢会晓。才华洋溢。啊，所以伊对我环保站是最重要的，啊，是讲要借着你的力量，嘿，啊，看要。明珠师姐告诉阿明，三重马盖先王忠孝师兄今年67岁，师兄虽然个头不高，人又瘦瘦的，但是从事的工作都是做大的，像是开大货车、吊卡车，还有操作专业堆高机等重机械。当兵退伍以后，就父亲是在经营货运行嘛，那我回来就开始开货车，就后来我就接货运行的业务啊，大概上午大概6、7点就开始要工作，晚上回来有时候也到6、7点、7、8点，不一定，那有时候跑长途的，一趟出去来回可能要2天、3天，不一定，我那个比较长的，那个大概要10多个小时吧。有钱赚就不会觉得累啊！安尼话啦，骨车啦。安尼做啥抓料啊？吼。做加工。不是啊。做加工应该少输。个月那时候比较好的时候，曾经到30几万。我曾经3天没有回家洗澡啊，真的啊，在台北跑一跑，然后把人家说还要跑台东，我又把东西叠了，又跑去台东，台东又叠一些货要到花莲，要这样就台湾绕一圈回来，这样真的是很累，3天回来以后，哦，真的很累，真的很累，为了要赚钱，所以他要付出一些代价。每天参照表面三农同款趁钱饲鸡的忠孝师兄，将赚的钱拢交予师姐处理。伊本身非常的省，厝内底物件若是歹去，拢会想办法家己修理。阮先生家己搬的啦，
因为太贵啊，啊，我就我想讲换做纯电的较好啊，啊，搁较紧。我那熟悉都拢会晓，我嘛唔知咧。这个门也是他换的啊，以前我们这是木头门。然后因为用久了它是旁边木头的地方就裂开了，然后它就自己量这个 size， 人家挖好洞了，它回来哇，跟这原本的洞不合，就它就自己再挖一个新的洞。这是小小的，这个是这一个。这都结婚的时候啦。啊，这是请人去的啦，这迄阵请人去的啦。迄阵我都黄了。用这头毛未歹看吼。那个时候，这是拜公妈啦。哦，迄阵时机好，走到呢暗时啊，拢无困呢。哦，我拢足烦恼的，听到伊耳朵歹声转来，我才敢困。我拢会甲念，我讲卖安尼，伊趁钱啦，身体嘛爱顾。因过走长途的，我搁甲缀咧，我袂放心。我囡仔抱咧，伊若要走长途的吼，我拢甲会去哦。啊，我甲伊去，我较放心。有啦，伊嘛在那咧苦劝讲哦，啊钱哦是长性命的人嘅啦，无需要安尼一直冲一直拼啦。但是我的个性足奇怪的，我就只要我接到我承担的，我一定要甲做较好啦。所以若接到电话要叫我走，我半暝我也去啦。我对厝的是无啥物照顾，但是我经济方面，我薪水应该偌济，我逐个月拢照一定摕来，拢交伊啊。我厝的经济我无咧管，我干呐还公司伊。后来因为大环境景气不好，2003年中校师兄只好将惠文事业结束。退休了后，伊的生活失去重心，甚至一直啉烧酒。加在后来接手组织加入环保志工，让中校师兄有机会再度展现才能，伊的生命也再度出现希望。我想要进到这里来当志工的时候，人家就有先前就有先告诉我说，来到这边是。抽烟、喝酒、吃槟榔，什么都不行。我说那好啊，然后我就在一个礼拜里面就把那三样全部戒掉了。那你能够付出，就是表示你真的很幸福、很有福啊。因为除了钱以外，还有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你不了解的，那你要去付出，你才会去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咱都。知影就好啊，咱就莫阁讲，莫大声讲，莫大声讲，细声讲，干焦咱两个知影。啊，尹太太哦，因为巴金森氏症吼吼，阿未来园区的进展啊，就有稍微一点点这样的现象。因师兄啊，就是讲阿无带伊来遮，那做环保，也许就会改善。福建啦吼，对，阿有做一阵嘛，啊，即嘛吼，就是。几年前啊，吼，就愈来愈严重。会喘哦。嘿，喘到足严重的，即摆变无法度通啊讲哦，坐足久的，还是讲徛足久的，安尼。听明珠师姐说，忠孝师兄的太太明月师姐，因为头晕得很厉害，无法久坐久站，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床上休息。如果师兄去环保站做环保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家。中午忠孝师兄会从园区带便当回家给师姐吃，可是现在忠孝师兄也在休养，暂时没到环保站了，那他们的午餐都怎么处理呢？你刚才说属这帕金森氏症啊，都住在家里哦？对啊，他们家住几楼啦？他们家就是因为住四楼，所以要下来吼。没电梯吗？没啦，他们家那公务处的，那古早的公务处啦。所以进出不方便。对，啊，有当时啊，师兄嘛来家的时阵吼，拢为家先拍便当拍好。啊，甲搁提转去。我们两边走来走去哦。嘿，再啊，转去了后，啊，甲搁来。做有责任感的，安尼哦，伊也毋是站长啊，你是咧？啊，毋是站长，但是伊就是安尼足苦处的，你比你搁较，嘿啦，认真比你搁较拍拼，伊就是站长的站长啦。哦、所以咱今仔好啊，家关怀了。对啦，啊，你我看你有穿物件哦。有啊，就是讲，因为最近啊，师兄因翁仔某啊吼，心情较无快活啦，啊，想讲要招咱较侪人吼来去因家吼来斗闹热一下。了解了忠孝师兄和明月师姐的近况之后，阿明突然灵光乍现，哈哈！我想到这次任务可以做什么行动了。咱拄啊讨论遮济吼，我看整理一下，咱就照安尼办。好，
就安尼不定，哦，有你就出土洞。我来啊，你看，哇，有精准嘛？有啊有啊，哇，你还穿个穿戴整齐，哇，好棒好棒！哎呀，这是如芳师姐哦，今天的中破赛喽，对，哇，今天菜型这样水干呢啊，几啊行呢，介绍一下好不好？栗竹笋是桂圆拿来的，有一点长的，我们可以做两种，可是它有一点长，我们处理过泡水后，然后也有煮汤，也有捞一些起来炒。哎呦，说栗竹笋它是上等菜哦，赞。那胡瓜就是把那个煮太老的给它挖掉了，哦，去无存精。对，然后这个是那个薏米、马铃薯，它具备多种营养哈，还有地作人哈，哦，吃马铃薯。香菇对，四色丁哈，四色丁。然后这是白菇，是小黄瓜，赞诶。海带芽，哦，这有营养诶。对，海带芽是我们出处必备的哈，还有这是地作。四季平安，四季豆。这是我自己做的，用杏鲍菇、萝卜干，还有一些莲藕粉那些地方。哎呦，秋萝菜呢？然后这是叫做川哦。嗯。这个胶质也很多。哎呦，这五行五色都有呢哦。所以我今天就要来送爱心了哦。来，啊，今天你今天这便当啊，这个是。一个是王忠孝师兄的，一个是，一个是因师姐。哦，一人吃一个。哎，对。哦，安尼好。哦。啊，即摆拢一厝的吼。对啊。安尼我着饭较低较济吼，互伊食好吧。唔通啦，我低较济啦，我来讲。哎。我来讲，因为伊啊，即摆拢在厝的吼。哎。啊，咱拢便当，咱拢想讲是哦，人艰苦爱食较济。哦。啊，伊哦想讲少福，啊，所以咱创偌济伊就食偌济。啊，到尾啊变安怎，愈食愈大颗。安尼。啊。啊，我了解，安尼我着配一半块因孙仔食，一人食一半，感情才袂散，对吧？好，好来。因孙仔较济一丝啊，八分。八分饱，两分助人好。好，安尼好。哦，啊，因为伊菜是另外啦。哦，菜另外哦，好，我家己铺啊平。安尼差不多。好。好。来，啊菜。菜即嘛。颜色有哦，对，那尽量不要交叉，哦，不要交叉，看起来美美的，而且味道，这是海带芽，它本来就有一点，所以我放了很多姜，是，也有醋调味，调味去到那个臭臭的，好好好好，大海的味道，嗯，还有胡瓜，胡瓜顶呱呱，四色丁，四无量心。哇，四季豆腐。先盖好一出来啦吼。对，来这个很快。阿木，那个银耳被坑到。好，来我们给他调一个位置。哦，调一个位置。不爱做。冷锐哦，哇，赞嘞，赞嘞，赞嘞。美味可口、营养满分的爱心便当准备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阿明要去和大家碰面，为了这次任务，明珠师姐找了好多人一起来帮忙，听说阵仗很大哦。好了，现在爱的任务准备出发了，我们来点名看和道奇。好，居家修缮团队，很好，有精神。医疗保健团队，大医王白衣大使，还有来点法清光法团队，看来你的什么团队？游戏人间。好，菩萨游戏人间团队，好，师兄挥旗准备出发。快走！走！嗨，师兄，师兄，哎，忘记电铃呢？你有听到无？有。阿奶，恁的电铃。电铃，快点，快点。团队升级了，啊，我呢吼加起来，莫让孙仔看到我的面啦，希望顺利圆满。啊，弟弟姐，朱大师哟，哇，环保三十，感恩有您啊！哎呦，阿弥陀佛嘞，加工我跟你讲，
恁家的法清哦，介感恩呐。明珠师爷讲哦，啊，恁叔仔这几年来拢伫厝诶，无法度出门啊，吼，所以阮就专工找这叔兄叔仔同齐来啊，希望互恁家更加的美好安全。谢谢。哦，来，女主角。啊，真真高兴的见到你，欢喜欢喜的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哎，欢迎我们明月师姐。哦，这领导点都有给你欢迎的，吼，蛮真奇怪啦。反正无奇不有啦，哈哈。谢谢谢谢，好，坐啊好，身体健康无烦恼。好，他甲你介绍一下，我是大爱台阿明，你叫明月，我叫阿明，啊，对我冇相斗啦，吼，啊，这拢是阮的孙仔孙仔啦，有诶你捌，有诶你唔捌，赶紧啦吼，明珠师姐啦，我讲我来你关怀一下啦，啊，先吼甲你报告啊，中昼咱讲啊，食饭皇帝大，专工搁穿这好料要呢，而且我咧讲，这个菜色哦，拢有无同诶色水啊，有特别的营养，啊，这我较外行。今天就邀请咱的医疗保健团队，咱的人民菩萨要来给您顾健康啦，好不好？给您欢迎一下哦，有中医师马护理师，欢迎张介中医师。哎呦，我很难搞啊！哎呦，咱李树生护理师啊，来，张医师你赶快买，今天这个菜色对叔叔有什么帮助？哦，咱今天您吼，另外阿明叔兄给您准备这是五行五色的菜色哦。哦，五行就是咱中医的五行。肝、心、脾、肺、肾，一五行，咱的五脏，啊，所以咱平常吼爱食的物件，就是逐天拢爱食这个五色，吼五色，啊，物件种类食较济，啊，咱的营养都够。咱食素食，就是爱安尼食，比食荤的搁较健康，搁较好。先吃菜再吃饭。哦，先吃菜再吃饭。对，我嘛是素食的。啊，先食菜好啊！啊，咱若讲食菜，你会当阁拄好，就是随对咱这个蛋白质的物件先食。先食菜，先食蛋白质的，啊，再来食饭了。在张雀中医师进行营养咨询的同时，阿明和居家修缮的师兄一起去看看其他的环境，因为明月师姐平常都一个人在家，要慎防跌倒，所以师兄们特别准备了止滑条还有防滑片，要帮这个家进行防滑工程。哇，兄弟，嗨，咱来甲伊顺顺看看哦。好，好。我甲恁两位请教一下哦。是。恁咱定去人做居家关怀啊？服务第一名的地点是啥物多所在？第一名的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伫个浴室，因为浴室哈本身伊就是一个足潮湿的所在。来看一下，你先来上看麦，看内面。哦，伊即内底吼，迄个安全扶手已经拢有装啊。有了。对，所以说我们针对哈这个地砖的这个止滑，还有门口进门的这一个止滑，因为伊若相互碎后行出来的时阵，才袂滚。哦，是。啊，唔，即块位啊，较内面即块位啊，吼。开始。我看伊身躯的迄个止滑垫拢有啊嘛。是。啊，就即太明显了。动线的所在，开始。哦，那我们就好，一二三，行动，开始。好。关怀一整套。顾家、顾健康是基本，最重要的是爱顾安全。因为罹患巴金森氏症的明月师姐经常会晕眩，张雀中医师特别设计了一套苏醒健康操，教师姐在每天早上醒来后，先在床上做简单的暖身动作，让四肢肌肉活络后，再慢慢下床活动，避免跌倒，也可以减缓头晕的状况。醒过来的时候要先让自己放松，不要突然的就想要下床，先拉筋啊，就怎么拉，就把双手举起来啊，对，双手举，用力伸展，那脚呢也要伸哦，做伸展操，停个5到10秒啊，然后呢你放下来啊，从我们的脚踝开始动啊，外转，好，五圈，再内转，五圈，好，然后两脚一起转，一样，转五圈，做了以后呢，把一只脚
内伸，一只脚慢慢的抬起来，抬，好，向上勾，然后呢，抱膝，好，把脚另外一只脚伸直，好，然后再伸，好，再放，好，那么再这只脚勾，好，好，伸。这个动作可以反复的做，然后呢，脚伸直勾啊，这个动作就是慢慢的做，反复的做，好、啊、做舒缓动作，然后呢，把脚做好了，就做我们的手，好、啊，那我们的手呢，一样向上伸，用力外展，然后抓，好、啊，能够抓，抓个30到50下哦。这样子抓，抓了之后呢，然后呢就时宣刺激我们的时宣穴，就是这样拍打，拍打，啊，我们合谷穴左右擦，好，然后呢转我们的手腕，好，转我们的手腕，真的是好礼送不完。三重环保教育站的环保志工也派出代表送来祝福。我代表我们的三重所有的师兄师姐这一支队来叫好你，你们一个忠孝师兄真的在环保的地方哈啊，真的是尽心尽力啊。天喜向日葵什么含义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也是满天星啊，但你也没有好关的呀、啊。繁星依然闪耀，继续继续。明月依旧无言，你今天有言，明天刚好我们成造第一节新学期要开学，你要不要一起去啊？要，好，好，好嘞。啊，最好今天主人发起的都是你啦，明珠啦。拜托阿明给咱念一下。祝福早日健康归队，三重园区全体环保志工核实。哦，这就是吼，恁两个阿伯，哦，嗯。阿姐你好，钟小姐。好。来。感恩，谢谢。感恩哦。后来阿明听说明月师姐真的有到慈济三重园区参加长照2.0的课程，在那里上课的同学有很多都是以前明月师姐在环保站一起做环保的伙伴。课程结束后，明月师姐到环保站走一走看一看，老朋友相见格外欢喜。听说那天明月师姐脸上一直挂满着笑容，让我也觉得好高兴。这次任务大成功，非常感恩哦！这次这么多的师兄师姐来，用这么多的心力，然后这样对我跟我们师姐的关怀，我感到非常的感恩的。其实我做的并不多了，但是得到这么多的爱哦，真的很不容易。谢谢。2020年年底，明月师姐因呼吸终止而往生了。因为事出突然，让忠孝师兄一开始难以接受。后来他渐渐放下悲伤，全心投入做慈济，更承担起环保干事的勤务，昔日精进的身影又回来了。在此祝福忠孝师兄身体勇健，慈济菩萨道上永不退转。